站起，挥起来了！大声说：“黄子雄！”
接下来先请黄志雄跟大家恳托遗言，给我们黄志雄一个最热情的鼓励。黄志雄谢谢我们现场满满的所有的乡亲，以及刚刚莅临的我们的韩国瑜总统候选人，也是我们未来的总统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今天志雄非常的感动，因为看到这么多的乡亲，过去四年志雄失败了，卸任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志。四年前国民党在总统跟立委的选战当中，我可以用惨败来形容，但是现场今天满满的所有的乡亲还是不离不弃的支持中国国民党，支持黄志雄，支持韩国瑜。我想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四年来，虽然志雄卸了任，但是我马不赢掉，我待在我们市府的团队，追随着朱立伦市长、侯友宜、侯副市长，现在的市长，我们做教育、做体育、做青年。去年11月24号，侯友宜高票当选，我立刻跟侯市长报告，黄志雄，我想要回到基层，回到我的故乡，回到我最热爱的乡亲。我希望告诉所有的乡亲，黄志雄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再站起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啊！四年了，我们给民进党执政完全四年了，我们所有台湾的乡亲有觉得日子过得变得更好吗？没有。我们这一次所争取的不是要你们支持韩国瑜或黄志雄，或者是支持中国国民党，而是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为了我们台湾的未来，大家共同来打拼，大家说对不对？